愿将黄鹤翅，一介飞云空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，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坚信，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，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，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，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。